哎，我是楼上面试的，我来拿几件衣服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你自己拿吧。注意别弄坏了啊。好。哎，今年春夏季的男装呢？怎么少了两件？啊，有两件里面有位客人正在试穿。好。哎，小姐，你不能进去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拿衣服。 林林七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哦，哎，对了，老贾，待会儿里面那个客人出来以后，你让他等我一下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啊，拜托了。哎，还有半分钟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来，向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服饰搭配吧。好。 爱上你的侧脸，想要给你一整个夏天。针对30岁左右从事广告传媒行业的女性来说，用撞色来凸显出自信，黑色的内搭配百褶裙，体现出女性的优雅。 摩天轮的项链既大方又兼具纯真，整体造型传达出女性时尚、成熟又干练的女性气质。嗯，参加朋友的聚会，首先呢要大方，然后又无拘无束。不过当然最后也要浪漫一点，所以我选择把长裙改成抹胸穿法，再去掉外套。 再加上一条腰带就完美了。好，辛苦了，你等我们的电话通知吧。谢谢。哎，里面那个人呢？谁啊？我的007啊。什么007啊？